要再搞丢了，这是搞丢，你要去再找一个，来，背光看一下，再找一个这个料子，我到哪里去找给我？董少，他上次那个扔在里面没捞出来，这样是那个打扫大哥捞出来了。你说你把它收好了，结果是扔在这里没有收。董少，我要跟你领导说，你说你要咋办？好像龙年果的胶带，太棒了。果的还真是岩石啊，糟糕了，头找不着了。他这个果的好乱，应该是自己果的。哎，有纸。想送一些小礼物给小朋友们，小朋友们想起以前的一些小料子，所以寄过来看看。主要想雕几个小老鼠、小牛和一些小剑，我看能不能做打珠子之类。我都说了，你们打珠子有误区的，就是油青，就是会卡的肉太粗，而且肉是粗到那种不起货的那种。你要是说送小朋友们，应该是可以的。挑嘛，像这种就不行。这个裂太多，多到就是说出小件都不太好出的那种。可以的，这些小要求应该是可以的。像这些可能到时候会收小一点点，因为有的泛白的地方太多，然后这些就取着看，这些就不能做，这些就慢慢取。你这个条件应该是能够完成的。翔锅小石头两个，有点意思。它的种呢也不算好，肉质呢还挺细腻。关键是这个造型，你想要做个什么啊？对，有点像姜。姜啊，哎，要不这边这里做个桶，然后这个做个姜摆在一起，一桶姜山。哎，把那两块拿来，还没说完呢。刚才只是我提了一个小建议，但是我的小建议从哪里来？是从我的摄影师里面，他说他像个姜，我就突然间想起一桶姜山。事实上呢，您想要做什么，我们可以交流。这是什么包装？喂喂，这个种是老的不得了，这个种真的是老。这种料子呢，它这个裂在这里，把它取掉，牌子还是很大的。哥们，这料子你做龙牌、做麒麟牌，效果是杠杠的。忍不住还想说一句，这种是行家料啊，因为行家才会去买它。因为一般来说，像这种销售的话，面对网络上销售，哎，你这个肉好粗，你看里面都一点一点的，你看我这样挡着个光，不然看不清楚，一点一点的，然后里面像指甲一样的裂。其实这种就是行家料了，这种就像我刚才说的，做龙牌、做麒麟牌，效果特别好。一个切开的。你看这里面是有蓝吗？还是有春？哦，一点春底。料子有意思哎，它春底带着黄，要看这条裂咯。但无疑这个料子是可以出一件精品的。好好沟通，看你想做什么题材。就是皮飘着一点点黄，里面的肉有点粗，而且水也短。它这个皮洗得好滑，这里到处都是裂。那这样来一刀，从这里来一刀看一下，里面都是白肉的。这个皮子好漂亮，就看里面肉细不细，起不起胶感了。就这个皮子这样看是有机会的。这个断口出卖了，这里从这个断口这里来一刀，从这屁股后面来一刀，看一下这是啥？咦，不错不错，这个黄的它的肉质这么细，然后呢还有种，难得，不错。这个就先去搞两刀。这个如我所料，表面上飘着一些黄，然后里面水短，肉也粗。这个我不太建议做。这个里面有一条路子，这样看看得更清楚。这里有一条路子，这个料子呢，就是它没有雾层。那里面的芯子是好用的，但是要慢慢拆。这明显可见黑度，这个石头有雾层，那就更好了。这个大家伙拆了这么久以来，我对大家伙一直都有恐惧症。为什么说有恐惧症呢？因为反正都寄过来了，不管好的、差的，里面肯定也有好的，也有差的，但是里面肯定会夹杂很多普通的，所以有点恐惧。来，我们先数一下，总共包了多少个？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，这是十五。然后这里有一袋，都在这里啊。先把一袋的，可能是普通一点的，先把一袋的倒出来。看了一下，这倒出来的，他可能觉得这些太普通了，不要包装。然后这些可能是心目中认为比这些好的。这打灯有点黄黄的，它肉很粗。其实这些都是公斤料，先把这些全部来一刀，你自己看吧。
哦，这样大家，我觉得你们都应该会看了。没了。咦，怎么感觉跟那些差不多啊？可能这个稍微皮滑一点点。哦，不要拆那么多，我们拆一批切一批，然后再拆。等一下，全部看到没心情看了。本质上跟那些是差不多的，就像我们平常切，你去挑地方切吧，我都没有心情画了。会开的皮，我第一次切出来像这个像烫一样。哎，哥们，目前来说，前面你那一等待的，包括这些独立包装的，你这快递费肯定是亏的。我的人工就算了，因为我本身就是拍个视频，但是费水啊，我都拆的没力气拆。这里有开一个口子的，就这样看过去，它感觉肉还是挺细的，就不知道切下来肿怎么样，因为这样看不到。这也是有开窗的，但这个明显就没什么肿。这是会卡，也没什么肿水，也是会卡的公斤量，都是。既然搞了这么会卡，顺便跟大家说一声，会卡这个敞口的很怪。去到会卡，首先手机全部都通通没有信号，只要你到了矿山，手机就没有信号。然后呢，会卡这里呢，一般比如说像摩西沙、木纳啊什么其他的这些矿场，它山上是有石头的，只有会卡是要到你发现的这个山上的山底下，它才有石头，那些石头才能用，上面那些都不能用，很怪。所以会卡它是一个深坑，它挖的时候它就是一个深坑，对吧？哎，这个肉不错，这边还没有切到肉，跟这边画的还行。这个慢慢拆，应该是能拆出东西来的，就看裂了。就目前为止切了这么多，就这个看起来说有点东西。基本上都是纯公斤量，就这个看起来有点东西。好，你这个快递，我们分了3、4次来拆。这两个盒子，哎，谢谢你喜欢我的做事风格，谢谢。这是我翡翠路上的一些小教训，麻烦给看看还有没有可以的，能不能让它发挥出一点价值，不好你就帮我丢掉就行。我也不知道多少件，所有全处理。靓仔，你是烟台最靓的仔，靓仔。刚才我没有先拆这两个，因为看里面包装很好的，就像我们拍电视剧一样，主角都是压轴出场的，所以先搞了前面那一些，所以这张纸条我没看到。前面那一些呢，就剩下一个，还有点东西取，但取出来大件小件还不知道，就看你这些。接了，这个就这样看是满色状态的，但是它的水啊非常的短，这个我是不建议切的。但是这里不切，如果这里雕一只蜥蜴的话，它会很漂亮，整体雕。这是也是一个会卡的，肉粗但肿好，这些边边上就是裂，这个也能做东西。目前来说就这一块跟这一块，那一块就要看慢慢去。哥们，您这教训太大了，他们基本上卖给你的都是公斤料。然后这个呢，虽然是满色，但是它水短，它包装呢，我相信他拿给你的时候跟你说，大哥，这个是界面的一个界面出来多少多少。我觉得您还是珍爱生命，远离石头。效果，因为什么我要说做龙牌做麒麟牌呢？因为我们龙身上跟麒麟身上它麒麟，然后呢你这样看它就是看不出来的，你只会看到好效果。这也就是说我们平常做一些图案来优化它，就是这样子。比如说你肉粗，我们麒麟片它就挡住了嘛，是不是？但是它效果还是在着的。来，这是在灯光底下，我们把色你看巧成龙珠，这里巧成葫芦，我们的麒麟也成兽，这里雕个葫芦就是葫福禄寿，然后这里。这个时候干金门又来了，这不兴带啊，书啊，因为这里麒麟送书，这里还有个印，这里面隐藏太多点了，但是我怕说出来等一下又限流了啊，没办法，有很多话不能说，一说就限流，是不是晶莹剔透行家料，就这样子拍的时候拍漂亮一点。